白的脸都绿了。看完美食失败，小白的表情生无可恋。好了好了，赶紧吃。天哪！没有那么糟了。好了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。要不要再吃一个？我给你，让你发个朋友圈。要不要？父母的眼睛。说真的，真的是第一次把羊肉吃到这种。等一下啦，我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我感觉你好累啊。十次探访新疆美食失败，还是还回我们，回我们去吃我们的饭呢？回我们大厦门吃我们的饭。各位粉丝们，十次探访新疆美食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好。